是不是打他一下又可以继续交易了、啊？没有没有，就是交就是商人交易的那种感觉啊，就是你交易之后，他就会隔一阵子又可以那个再继续交。哦，杰克你来了是不是？那你要不要运钱回家？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，你刚说什么？二十，你先拿二十组回去啊！二十组，哇，多坏了！天哪！那我可以把书柜叠高了、欸。因为你守一下哦，我在守，我在守。书柜差多少？我觉得不用书柜啊，那弄太久了。我们直接就是狂没有狂，不是啊，这样用书柜去赌苦力怕嘞。哦，地震地震喽！书柜弄不，书柜不是只能放在那个上面吗？哦，好像是快上面是啊，有限制，它只能放在那个死那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刚来应该给我那个现实的。哦，我等下买一些给你。你们还有人要来吗？等地震结束啊！等一下可以来。這個、有被夹到吗？屁呀、啊，在夹层、啊，没有，在二楼。高速叠咯。而且我有超多的中介珍珠，直接飞喽！真的可以直接飞？我丢一些钱进去哦。嗯。真的做坏了，做坏了，做坏了，做坏了！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哎，又清空，又清空了！继续换钱，继续换钱。好，又换不了了。是不是在叠方块吗？我在放书柜。满了，满了。只是感觉我用。又交易可以了，又交易可以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要手，我们手家里用的啊。哦，好好好。嗯，就尽量花火药，我们火药真的太多了，用不完、啊。可是它不会消失吗？它不会消失啊！重点就是它不会消失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太夸张了，然后。对啊，隔一阵子又可以继续换，哇！这是绝对做坏了、啊，绝对洗钱，然后这样子吗？而且重点是对方不知道。啊，戒指，因为你可以花钱了。好，我放我上去，太强大了。戒指给你了。哦，我们用经验瓶来看侦查那个隐形兵了。这还要留了吗？还是把他杀了？够了吧？真的是够了。哎、欸，他，我觉得他们刚刚在弄哎、欸，弄什么？因为团长现在是附魔装，他刚就是啦。然后射出来是火焰就好。那应该没有那么强啊。族人获得64亿组算什么啊？我把他杀了、啊，够多钱了，我们已经赚够多了。好、啊、好。好他们两个在秒我啊。哎呀，死了死了死了！奸商只能被杀死，不会走，所以他只都一直在啦。嗯，真的穷的只剩钱了。这个有一组的中介珍珠，好不好？好，嗯、可以。一组多，金苹果有20多个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。先杀掉吧，杀掉吧。他不已经杀，我已经杀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们杀三个人哦，我可能会 hold 不住哦。是不是有人在外面？对我们家外面一个哈记，汉可以哦，汉可以哦。哎、欸，哦，你是用那个方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吸了一些方块。没关系啊，因为这吸这么没什么用。那你有想要干嘛吗？你想干嘛？不是我钱有点多，我不知道干嘛。哇，我跳舞给你看。他们讲天打雷劈呀、啊！你说剑石打雷剑石吗？对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我先去付一套装备好了。嗯，我换枪玩太久了 ，Enderfall 这么多，要不要拼一下？等我一下哦，你们三个拼吧，我守家就好。等一下，我要去用附魔。我先把附魔，现在刚几个啦？满了，满了，满了、嗯，你可以直接上去了。满了吗？嗯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他们打过来、哦、太久了。啊，他们有火焰弓啊，跟打雷。打雷？哦，你说那个烟雾？没有，是打雷剑士、哦。下面、哦、下面是谁？下面是谁啊？有，他们来喽！他们来喽！中间失守。好，那你先退回来。那杰克，你守苦力怕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也是。哇，他们移去中间，中间就哇，他们这样子钱好多啊！哇，给他们赚到了。应该不会比我们多吧？哇，我们这样子穷啊！说底下羊毛都挖掉了。我求剑士，哦，雷电剑士。8块，好贵哦！可他穿甲、啊，
太贵了、哦，你都听不懂巧克力的意思哦。哦，好啊、天啊！天哪、啊！我有点嘲讽，因为我听不太懂。一组的雷电剑士了。哇，电！小雨在二塔那边，你们先龙舟吧。你们，我分一组那个 end pole， 你们分一下。好，金苹果，你们分一下。宝，那就看有什么特别的。等一下，天桥蛋也来一点。哇，不够啊，金瓶不够了。我有。雷电云啊！啊，剩下就完。你们在捡东西吗？有人捡东西，那家里有我们的那个，不是放东西给别人捡吗、啊？有人捡就是有问题。对啊，不是，你刚捡金面瓶吗？打雷啦，小玉！盾啊，盾就不怕雷了。没有，还是怕。射地上，射地上，射地上。Oh. 他直接射那个的。嘿嘿，我们直接劈地上就好了。劈死你啊！要被电死喽！的，谁在跟你那边小朋友啊？我放守者。劈死他、啊！哇，等一下，你劈到村民，村民死一排又复活了。小雨在射上面呢、哦。火焰炮。有装备之后就等一下就直接冲了吧。哇，他火焰的，他火焰的。嗯。他好痛哦。等一下、哦。我们还没有水跑。要死了，受不了。小心。哇，好痛。他是射到火焰，所以是那个火焰剑。嗯哼。就是剑矢出来不是火焰的，是特殊剑矢。你那这样出去，你说火球哦，你可以打回去。对，可以打回去。它是箭射出来，箭射出来。对啊，然后你盾挡就没有火焰。好，超特别的。好、哦，哎呀，身上该还有 Ender Pearl 吗？有啊 ，Ender Pearl 我有啊，有一组。啊、嗯，好雨。风力小雨，别这样啊！小雨，你要死啦！雷神！哦，小雨的装拿到了，好、啊，成为雷神，然后呢？你会被就被雷劈，会被雷劈。啊，就不过因为是差，我在家里面，我也在家了，所以没什么差，我可以守了。好、啊，然后那我要弄装了，我们需要出来啦。好，快好了，武器快好了，需要潜入他们那里啦。这里有风力，中间让他们转了几轮呢。真是太可惜了。收枪。先累他一波。然后买个盾牌。小雨过来咯。没事，他要跟我打到底。好。又雷死他！哦，又多一个，没事啊。喂，火药雨打就打雷。我需要那个破斧的、啊，破盾的。他挡回来，剑矢雷电剑挡回来。哇！我好了，我准备出发了。好。啊。里面你有带那个吗？破盾的。我没有斧头。可以买啊，买啊！杂货商人吗？没有到杂货商人，杂货商人，还是武器？有杂货。哦，干掉！有，我买两把。啊，我来了！你把他们的商人，哦，不行，商人会挡抵御箭矢。你可以射地板，他们就垮一片，然后要复活。巧克力在哪边？中毒箭。中毒箭蛮猛的、欸，哇、哦！你在哪里？我在中间。好，我来了。风抽气，西瓜乱给，补血。啦！团，巧克力，再给你。那个小雨，先打小雨。喂，扣杀！干掉！还有带弹。
消除消除的。你有给我了吗？斧头斧头在在这边这边这边、啊。谢谢谢谢谢谢谢。哟、哦，所以他们现在小三还没出来就对了。哦，他那个中毒的哦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在挡我在挡我在挡，我挡我挡，我挡我挡我挡，我站前面我挡我站前面我挡。好。哎、欸，那个杰克，我们加一个哦。好。小心、喔，不要走大，不要走大。没死啊！掉下去，掉下去，掉下去，冲冲冲啊！冲击时间，冲击、啊！你可以守，你可以过去没关系，我守。你走传送门过去，不然又被电死。等一下，冲击！消除，消除，消除了，消除了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 ！OK，OK，OK。Okay, okay, okay, 哇，是团团。是团团团啊！你为什么要成为小三团团？好了，你另一条，另一条，另一条，左边的那条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我没有方块，我没有方块。你居然没有方块？哎、欸，我被打，我被打！小心，小心！哎呦，我看到有方，有有有！我刚刚直接踩过来哦，这么猛！哎，两条路，两条路，好。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我需要更多的伙伴。哎、欸，我们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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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哎、欸，我来喽！啊，好、哦，没事，没事，箭矢射死了。冲进去，冲进去！打！射射射！打！打！地震了，地震了，地震！用力！打！用力！地震！走开！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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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复活无敌是不是？哎，打打，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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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打，好痛好痛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！哎，来来来来！哇，一个逆袭，用尽全的力量！一浪，这就是尽全的力量，富可敌国。上去吗？好。哎，这就是金钱的力量，真的。然后中间的奸商超扯，洗钱。对，他中间不是有那个奸商吗？嗯，他的奸商，首先那个绿宝石跟钻石都是两倍的钱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他的钱还可以换钱。啊，32个换64个。哇你这个奸商可以换64个火药，然后换到他不能再换，你就换一下其他的东西，然后再回头又可以继续换。这个奸商是什么企业是不是啊？以前的话，我们换了3个人的满满页面回去，难怪，难怪你们中间的就在中间不知道在干嘛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们不想换了，可是这个停不下了。这样玩好像不太对，可是停不下。换完之后，我们每个人的装备都很强，都打不死。他还有 Ender Ball， 我们有问题都可以直接 Ender Ball。哦，难怪打也打不见，就跑回去了。Ender Ball 有两组啊！哇塞！我刚刚用 Ender Ball 直接屠戮你们城，对，他这一定要换。然后刚刚就说：“哦，每天箭矢好贵哦，我只能买一组的箭矢啊，超贵。”绝对做坏、啊，这个奸商，这个奸商有点空，对，真的坏掉了。平衡可能要稍微顾一下。我是洗钱的，而且他不会消失，对，只能打死。啊，不消失哦！对啊，我真的已经觉得不行，这样下去永远没完没了。他有洗够了，洗够了，杀了他。不然你就只能32个换33个这样子，慢慢给他慢慢刷。嗯、哦、不要直接换一倍出来，这样太多了。换一倍太累，我天！他不需要火药换火药，这是对啊。其实我也觉得不用哎、欸。嗯，他炼宝石多换一倍的钱，我觉得都很夸张。嗯，这奸商太奸了，真的。洗钱就是我们洗钱，太霸气了，太夸张啦！我就说我们还要再一场，我这样玩不下去了。等一下，还有一场啊！真的，要加班了。他们都不来，我们只能一直洗，怎么办？有啊，我一直过去、欸。我们是过不去，好不好？我还有一场是蹲在那边蹲超久、欸，哎，有啊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库里曼应该也血很少了，挣不多了吧？对，因为他没办法补血。嗯。嗯
然后我挥了苦力怕很多下，那头顶有一段是我跟杰克那个繁星那边绕圈圈。对，我是说有人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滑鼠有点卡住，我挥不到。然后走一走就绕出那个圈圈了，我就看到繁星在里面继续绕。那看不到只能这样子啊。对啊，我在旁边真是不好笑。那选对哦，飞上来那个金色苦力怕就会有哪里啊？它有压力板会有飞翔。哦、嗯，我们要选哪一段？你就金色吧，我让观众进来。好，速度金。好久没打 Game One 了、哦。嗯，要干嘛？这样要选，我们站过来就选对啊。哦，站过来加。站上来就选到了，嗯、对，要站在苦力怕的脚上。嗯，再交。好了，都选好了。哎呦！啊，对你直接把这打掉就好了哈、欸。他们站在这里会不会选到对啊？这边应该不会吧？不会、啊，要踩上去。不然就赌嘛。他是看那个颜色，他是看颜色。对啊，他不会侦测到下面，侦测到下面就那个了。嗯，把他的脚包起来。哎呀、啊，把他脚包起来。然后观察者也打掉，观察者也不要。把人家包起来。个飘向也不要。哦，那就整个拆了。好了，不行，我想要把它填到满。强迫症，强迫了，强迫症的，哇！啊！受不了，好了。OK， 哦，啊哦，嗯，好，你做了什么事？做什么事？我只是想把它改成微笑，然后发现里面是控制室。好。微笑，完蛋了！哎、欸，还好啊，哦，哦还好啦。这个是那个随机分队跟所有人离开队伍。对啦，那还好。还有不是离开？